忘了说一个，今天我收到万国觉醒的邀请，它是一款以12种历史文明为背景的策略游戏，玩家可以在里面化身成不同的历史人物。酷，我读历史系终于派上用场。那我这次要来宣传它的全新文明维京来袭，所以今天我要化身成，哇，你会中暑哦！我要化身成维京人，带大家过过看维京人的一天，这就是本次的计划。开始，以我这种长度的短发，我在维京文明里我是奴隶哦。真的假的？越头发越长的人越猛。溥仪，如果你在维京时期，你的皮可以卖很多钱哦。溥仪，要是我在古代，我就财富自由。还过来，哎，想赚钱吗？想赚钱吗？想吃猫罐头吗？想要有被动收入吗？维京人的早餐通常吃燕麦，因为他们很寒冷，他们种不了什么东西，主要食物来源是抢劫。真的9到11世纪，他把整个欧洲杀爆。现在还有欧洲人吗？所以现在很多欧洲人都有混到维京人。维京人特征有一点很酷哦，他们重视义气，他们抢来的东西会平分，就一起扛，一起狂。只有贵族才可以用剑的，虽然说这不是剑啦，不然一般是用斧头。哦，那有没有哪些电影是维京人出演的啊？雷神索尔啊。哦，真的哦？他是维京人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。北海小英雄也是维京人。怎么长得像？他是小英雄。你是维京人吗？他是。那维京人有那种什么阶级制度吗？我说除了头发，维京人他其实很重视公平，像是自助餐，其实就据传是维京人发明的。哦，真的？因为首领跟手下是吃一样的食物，然后你们可以挑自己喜欢吃的食物。为什么维京人现在越来越少啊？因为后面他们就信基督教了，他们就不去打打杀杀了。哇，好大的转变哦。我以为是因为什么，可能又像灭族之类，就灭族之类的，原来是信教啊！哇哦，古代维京人有这种陶锅吗？我们用火之前要向火神祈福。Loki， 为什么要关掉？不要乱玩，不可以玩火。啊，是豪华维京人。以前维京人是有奶油这个东西的。有啊，他们会用牛奶一直摇摇摇，让它那个脱脂。哦。哇，维京人有毛做这种东西哦？有啊，维京人可以吃这么高级的东西？可以啊，他们是喜欢吃肉的民族哦。哇哦，这已经是台南人食物。大家真的不要以为维京人很野蛮，他们其实是当时最会洗澡的民族哦。哦，真的哦？他们一个礼拜就会洗一次。法国人不洗澡发明香水，他们乖乖洗澡。这种甜甜鲜鲜初恋的滋味又让我有点害怕。你要想象这一段是在冰天雪地，然后什么料都没有。对对对，你要很冷。我已经了，我已经，我死了，快点！你想死我就快点！吃起来真的很油很腻，不过维京人的早餐通常是吃前天剩下来的大锅煮，一天其实只吃两餐。哇，这苹果吃起来怎样？哇，苹果肉肉的好怪哦，好奇怪！我声音怎么变这样？怎么办？哇，你的声音被抢走了！我现在真的走蛮前面的，这样发现。你是维京五号。狠一点，胸狠一点，狠一点，再狠一点。他看起来快乐怎么办？你这样不能当维京猫。我这样的头发，你这样是贵族哎。对啊，我现在吃一个看看。先走咯。我好像有点了解说为什么现在没有那种维京食物了。野兽很喜欢，野兽就觉得吸过来。喂，真的好油，真的好腻。如果一周维京人，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呢？现在因为其实维京人的主食是鱼，你可以说他们吃海鲜素。
一个转念，海鲜树。我觉得你们对维京人有错误的认知，他们其实很时尚，他们很爱染头发，会染成金色，会染头发，会染成金色，会漂白。而且很多维京人就是被挖出来，就考古挖出来，他们旁边是有一个整理自己仪容的包包的，男女都有。他们会掏耳朵，先把鱼都用盐巴腌一下。还有一点很时尚是，他们的妇女是可以提出离婚的，而且可以保留自己的财产，这是一个很文明。哇，好前卫哦，好前卫哦。水果人之后就可以把鱼加下去。哇，鱼味好重。炖到熟之后，就是炖什么这么跟盐巴加鱼加水，把鱼肉煮熟之后可以开始调味了。哇哇，围巾吗？嗯，你为什么要吐舌头？牛奶浓汤的感觉，好原始的感觉。哇哇哦，哇哇，猫咪都来了，猫咪很爱，那一定很臭。后面有一个怪兽，怪兽，怪兽，有怪兽。它就是没有味道的浓汤，对不对？等我一下，我在思考，很像在喝很热的鼻涕，有点腥腥的。然后因为鱼肉炖很久，所以它口感很碎。就是这道我觉得比早上的好很多哎。啊，你在？我可以问一下，你来这边是干嘛的吗？当评审啊。他表示想吃。他们战斗很厉害，像什么狂战士，听起来超游戏的吧？那是他们的职业哦。哇哦，好酷哦。那他们有什么魔法师啊？no。接下来要来做维京人外出时会带的小点心。大家不要以为为什么我一直用盐巴，他们以前是直接在海边吃的。这么小条的鱼要用这么大的带？好，把它从脊柱切开。哇哇，你的鲨鱼耶！他们会这样子挂起来，所以不要把它切断。维京人喜欢斗鱼吗？郭品超比较喜欢斗鱼。维京人的游戏呢，其实是玩相扑，他们会滑雪。哇，好酷哦！他们就这样晒在树上。哇，好好艺术感。然后晒两个礼拜，因为我们等不了两个礼拜，我们要来快速烘干法。好歹我早期是实验起家的呢。啊，盐巴一定要够多才会干。超热，这是500多度的。溥仪现在越过小山丘。在焦。有那个烤鱼味。我们拿空气清净机出来，快点！看，猫咪都来了，而且眼睛反白了，它真的有在求。有，哇，这个水很明显。干面，哎，有一夜干的味道。哇！它表面有浮起。哇！厉害厉害，哇！干面脆脆那种感觉。哦，很喜欢很喜欢。溥仪好像普普通通。很好吃，粉日第一名吗？粉日第一名，盐巴整个渗进去，可是不会过咸。但是如果你嘴巴有伤口，可能会哭。不过我觉得很好吃。怎么三道中有一道是好吃的？有人在说水吗？各位妈妈们，如果你的小孩不爱喝水的话，今天晚上就来上这一道料理。好，这鱼吃起来有腥味吗？没有。怎样？你是很想吃是不是？门鞋，我已经具备跟维京人出门玩的能力了。哇，哇，你想吃鱼吗？哇，维京人，维京人，哇，维京猫与维京猫相遇。维京猫好长哦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去外面打仗回来，我们要开始吃一些好吃的。你还带猎物回来？对，我还带猎物回来。维京人的晚餐都吃得很好。哇哦！哇哦！很好哇哦！切的跟切苹果一样啊。萝卜。好。这怎么搞的？色。维京人是真的在开火前总会就是迎娶火神吗？会啊，因为他们的信仰还蛮强烈的，他们信仰北欧诸神。诸神，猪是那个猪吗？北欧各种神。哦、狂战士就会相信自己被奥丁附身。哦。
哇哦！摔，喂，哎，不是跳起来，摔，哎，摔，哎，摔，摔。我跟你聊天，颜色就是不一样，好看。这一道很现代，还不错啊。等评价当然是哇，吃这个会不会酒醉啊？会吧。会。哇。哇。哎，好像那个日式的那个叫什么？马铃薯炖肉。啊，后面那个萝卜，啊，那个嘛，宿醉哦、喔。这是我今天目前为止心情最好的一餐。这个颜色，哇，大家酒味好重哦、喔。那吗？推荐大家自己做吗？还好。还是觉得是有肉就好吃啊。那菜的部分，菜的部分呢？啤酒萝卜。哇，等下好苦。很苦哦、喔，那你试一下红萝卜。太稀汁了，有点太苦了。如果你非常喜欢喝啤酒的人，可能会很喜欢。大家，我好像有点喝醉。这一只猫也喝醉了，是不是真的喝醉？是啊是啊，刚是你的梦，没梦啊？刚梦到第一次啊？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饿、啊？经过今天维京人的一整天，我觉得维京人真的是一个很强韧的民族，从他们吃的食物就可以发现。那我们这次也是多亏了万国觉醒，让我们可以体验维京人的一天。万国觉醒总共有12个文明，每个文明都有真实的历史人物跟离奇名利。像是法国的话，就是圣女贞德，而且不同的文明都有不同的背景音乐，每个统帅也都有依据历史，有着不同的造型跟配音。这点我真的觉得很用心。国外有11世纪却出现百货公司的情况出现，那我们前面提到的狂战士这里也有，真的很用心在还原历史。这次新增了全新文明维京来袭，两位统帅当然也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，第一位是宇宙维京王，开启了维京人海外远征的先驱。他最著名的事情就是让西法兰克的国王对他付出高达2000万的赎金。那个国王更可怜，他要秃头查理，全世界都知道他又秃头又弱。不过他的下场还蛮惨的，在一场战争中被俘虏，然后被丢进蛇坑里面处死。那这时候另外一位维京传奇出来了，他是他的儿子，才知道自己的爸爸被处死之后就暴气。在维京人的传统里面，小儿子是不能继承家业的，这一位当然是小儿子，但他很争气，开启了200多年的统治王朝。而且根据文明不同，城中的建筑也会有完全不同的风格哦，里面的建筑都是参考维京文明时设计的。身为历史系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感到很感动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玩玩看，玩游戏也可以学历史。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，谢谢，拜拜。台湾策略手游《唯一王者》揭开神秘藏宝图，祈求奥丁庇佑，为英灵殿而战。全新文明维京来袭，即刻登入江湖四海，万国觉醒。